是懦弱，忍耐不是麻木。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，不到最后的关头却不轻言战斗。人不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河山白骨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是在何处，是做中国魂。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，不到最后的关头却不轻言战斗。人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河山白骨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